关铺点到了，刚刚错过了，现在补拍。遥远的关铺点，还有别的地方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耶耶耶！阿里棒瀑布到了，阳明山最大的瀑布。现在是风水期，哇，水好多。赞呐！哗啦哗啦！哗啦哗啦的阿里棒，阿里棒瀑布，阳明山最大的瀑布。哦，这个落差有够大了吧？有100公尺吗？不知道。看到了吗？放大给你看。对，阿里棒瀑布在哪里呢？等我一下，我小心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咻咻咻咻！今日水就大呀，我们是地水坎嘛，哗啦哗啦的阿里放哦。可以看嘛，这朵啊！好啦，阿里棒瀑布拍完，我们要回去喽。对啦，给你北北风、微波粉热版跟阿里棒瀑布圆满成功。这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大声的说，我们是混阳明山的喽，因为我们去过七星山、大屯山。然后那叫什么山？假观音山，都超过1000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山，竹子山，因为那个管制区竹子山不能进去嘛，那个雷达站，那我们可以去它的微波网热板。竹子山北北峰，加上阳明山最大的瀑布阿里棒瀑布，哇，水这么大，完成，对了。